我发现你吃好的都在是吧？你吃不好的。那你就要吃大虾了。啊、我想吃的。你想吃的。妈妈啊，我吃什么？谁口吗？牡丹虾，哎，不对，皮皮虾。今天买了一个，忘了叫啥名了。吃这个有窍门，从第三关节一二三从这里掰开，馅儿大虾。好过瘾，好久没吃了。有机会一定要试试。自从吃完生虾、熟虾，我就不吃了。好几天没吃龙虾了，馋了，来一个龙虾表示表示啊，带黄的。小青龙熟了，哎呀，我媳妇馋了两个月了，给他整一个啊！哇，看大肉啊，看肥肥，哇，奶油色的啊，奶油色，太棒了！这个是一只将近两斤的大面包哈，两斤大面包，咱家的面包蟹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。哎呦，壳多大哈，肉多肥，特别肥啊，全是这种超肥大面包，你看。满壳满黄，整个猫眼螺今天是辣炒的，这儿有这个螺头肉啊，慢慢的旋转一周，底部这个黄膏非常软糯好吃的哈，只有这一块像毛肚一样是锅里脏东西的。海螺咱们要吃就吃，拳头大了啊，老烫了啊，插入海螺，随着螺纹旋转啊，哇，好肥呀、啊，把苦胆去掉啊，这苦胆真的，其实夏天的话吃一点可以去火的，烫呀，来上一点蜜汁蘸料啊，嗯，